的身体为此发挥一切众生请转妙法轮加大我们如何了生脱死离苦得乐速证无生除妙音声气真万机周匝田氏一切臣民所供瞻仰灌顶大王度居其山玄兔法化万邦尊称七王夫以妙宝眼神威令众生皆得称于无碍智称菩萨呀，为什么不是象宝马宝所修济的善根来为众生回向呢？他就是为的使令所有的一切众生皆得称与无碍智称都啊能称与啊称作这个无障碍圆融无碍的这种啊智慧之称圆满究竟能以圆满这个六度万恒究竟到于彼岸至佛乘故到这个佛这个果位佛子那么各位佛的弟子金刚闯菩萨又说菩萨摩诃萨呀菩萨中的大菩萨他不是坐宝座的时候回思所处狮子之座呀、他有的时候啊会把他自己所坐的那个宝座啊这个狮子之座布施给一切众生他这个狮子座是个什么样子的呢其座高广啊菩萨这个狮子座呀是非常高很广大的出特妙好很特殊的很庄严的很妙好的琉璃为足这个宝座的为用琉璃做的金铝所成就用啊金铝金线呢所成就的柔软一敷以敷其上用这个很柔软这种的做衣服这种的材料来呀铺在这个座的上边建以宝床啊在这个座位呀、旁边又有宝床熏诸妙香又用啊种种的妙香来常常的熏这个宝座无量杂宝庄严之具无量啊这么多的杂宝啊都是啊庄严这种的东西以为啊庄孝来庄严孝事这个狮子座金往浮上由这个金呢它往遮在上边宝都丰饶啊
又有这个宝铃子，这个宝铎，这个铎铃，风一吹它就摇摇动，出妙音声，出一种啊微妙的音声，奇珍万计。有这样有价值的这种奇珍啊，万计啊，很多很多的，周匝田氏啊，在周围啊来田氏这个宝座，一切臣民所供瞻仰，所有的老百姓臣民来瞻仰这个宝座，灌顶大王啊，将要啊做皇帝，已经受这个灌顶位，这个大的王，大王独居其上，在这个狮子座上面坐，宣布法化，宣布这一切的教化众生的这种法化，万邦尊奉啊，所有其他万国都来朝，万国呀都听他的尊奉他的命令。齐王辅以妙宝延伸，这个灌顶大王啊，又用种种的妙宝来庄严其身，以增加他的威德。所谓普光明宝、地清宝、大地清宝、圣藏摩尼宝、明镜如日、清凉有约、周匝繁布，譬如众星上妙庄严，第一无比，还殊妙宝，还坚固床宝，七文一表，种种庄严，与大众中最者尊最生。严复贪金离垢宝增，一观其手，向灌顶位，往严复体，具足无量大威德力，以此为主，付诸怨敌，教令所行，每不成顺。这个灌顶的王，以种种的妙宝来庄严其身，就是一般人所知道的这普光明宝啊，这个宝啊，有什么黑暗都会照破，这种宝，地青色宝，大地青色的宝，圣藏牟尼宝等等的，明镜如日啊，这种种的宝啊，这明镜就好像日光那么明亮，清凉有月，这个宝的清凉令一般人都有清凉的感觉，就好像月光似的，周匝繁布啊，到周围啊各处的繁布，譬如众星，就好像啊很多的星星一样，上妙庄严，最上的这种微妙的庄严，第一无比
啊，最低也没有可比的，海出妙宝，海里的特殊这种的妙宝，有海坚固床宝，奇纹啊，很奇怪的这个样子，仪表这个表面上啊也都很特别的，种种庄严，种种的这种庄严与大众处，在这个一切大众里边呢，最尊最圣，最啊尊贵最殊胜的。阎浮贪金离垢宝增，阎浮的贪金，这种贪金和离垢的宝增绸缎的性质的，你观其手啊，做他的帽子，降冠顶位啊，享受啊这冠顶的王位，王于阎浮提，王于啊这个南阎浮提，具足无量大威德力，具足啊不只有多大，这么大威德的力量，以慈为主，可是啊他就以慈悲为主，教化众生啊都受持五戒，奉行十善，伏诸怨敌啊，所有的不臣服的国家都要臣服，没有敌人，教令所行，他的教化呀和他的命令所行到的地方，没不成顺，没有啊不听他的教化的，都是啊成而顺之。是转轮王一入世堂，百千万亿无量无数宝庄严座，思于如来第一福田，记住菩萨真善知识，贤圣僧宝，说法之事，父母宗亲，声闻独角皆已发取菩萨称德，灌顶王所行的教化，一切众生啊没不成顺，在这个时候，这个转轮圣王以入世等，用了像前边所说这个狮子之座，百千万亿那么多无量无数宝庄严座，思于如来，用这个宝庄严座来布施给佛，求这个第一的福田，记住菩萨，回者布施给呀所有的一切菩萨真善知识，或者呀是真正的善知识，贤圣僧宝，或者呀十方一切的贤圣僧，说法之时讲说佛法这个法师，父母宗亲，或者布施给父母，或者布施给宗亲，或者布施给声闻，或者布施给独角，即发取菩萨乘者，或者呀发这个菩提心，出发菩提心，要修菩萨行的这样的人，
如来塔乃至一切贫穷孤陋，随其所需细节私欲，以此善根入世回向。所谓愿一切众生做菩提座，悉能觉悟诸佛正法。愿一切众生处自在座，得法自在，诸金刚山所不能坏，能悉摧伏一切魔君。愿一切众生得佛自在世子之座，一切众生之所瞻仰。愿一切众生得不可说不可说种种殊妙宝庄严座，于法自在化导众生。愿一切众生得三种世间最殊胜作广大善根之所言师。愿一切众生得周边不可说不可说世界作，恶僧祇劫叹之无尽。愿一切众生得大深密福德之作，气身充满一切法界。愿一切众生得不思议种种宝座，随其本愿所念众生广开法思。如来塔回者呀，布施这种种的宝座给如来的塔，乃至一切贫穷孤陋，不但给这个圣人布施给圣人，而且还布施给一切的贫穷的人孤陋的人。孤就是孤独，陋就是最穷，连一个房子住都没有，在外边录取。随其所需，随这个众生啊，不论是贫是富，一切众生他所需要的，他所愿意得到的细节私欲呀，都布施给他们。以此善根入世回向，以这种的善根呢，就像这样来给一切众生回向，就是所说的愿一切众生啊，愿意所有的九法界一切众生啊，做菩提座，都坐在啊这个菩提树下，这个金刚宝座上，悉能觉悟诸佛正法，完全呢能像佛那样开悟，能啊明白
一切诸佛所明白的那个正法。又发愿，菩萨又发愿，愿一切众生呢出自在座，都坐在这个自在宝座上，得法自在，得这个一切诸法自在，诸金刚山，一切的金刚山所不能坏，也不能摧毁这个宝座，能系摧伏一切魔君呢、啊、能把十方一切的天魔外道啊都给摧伏了。菩萨又发愿，愿一切众生得佛自在狮子之座。一切众生之所瞻仰，众生啊都啊啊瞻仰观看这佛的狮子之座。又愿一切众生得不可说不可说那么多的种种殊妙宝庄严座，特别的庄严那种的宝庄严座，于法自在，对这一切法呀都是任运自在的，化导众生啊，化导一切众生。菩萨又发愿，愿一切众生呢得三种世间最殊胜座啊，三种世间就是正角世间、有情世间、气世间。那么这三种世间呢啊，最殊胜的这种宝座，广大善根之所严净啊，有广大的善根来庄严。又愿一切众生得周遍不可说不可说世界座啊，不可说那么大的世界之座，恶僧祇劫，在恶僧祇劫无量数劫叹之无尽，赞叹这种啊宝座也说不能完。又发愿，愿一切众生得大深密福德之座，其身充满一切法界啊，坐到这个福德座上啊，这个法身充满一切法界。又发愿，愿一切众生得不可思议种种宝座，种种的宝座，随其本愿所念众生，他在往昔所发的愿所念的众生，广开法寺啊，要给他们法的布施。愿一切众生得善妙说，现不可说诸佛神通，愿一切众生得一切宝座，一切香座，一切花座，一切衣座，一切曼座，一切摩尼座，一切琉璃等不可不思议种种宝座，无量不可说世界座，一切世间庄严清净座，一切金刚座，世现如来威德自在成罪正角，是为菩萨摩诃萨思宝座时善根回向，为令众生怀离世间大菩提座自然角悟一切佛法故。菩萨又发愿，愿一切众生得这个善妙
不可思议这种宝座，现不可说，不可说那么多的诸佛的大神同力。菩萨又发愿，愿一切众生得一切的宝座，所有的一切宝座，又得到所有的一切香庄严座，又得到一切的花庄严座，又得到一切的衣宝衣的庄严座，又得到一切宝幔的庄严座，又得到一切的牟尼宝珠的庄严座，又得到一切琉璃宝的不可思议种种宝座，又得到无量不可说世界的宝座，又得到一切世间庄严清净的宝座，又得到这个金刚庄严的宝座，示现如来威德自在，能示现呢佛的这种威德，大威德大自在大神通的这种力量，成最正角，能成无上正等正角，是为菩萨摩诃萨。这个呢是菩萨中的大菩萨思种种的宝座的时候善根回向，为了令一切众生同得到啊离世间啊出离世间这个大菩提的宝座，自然觉悟一切诸佛所说的这个佛法的道理。佛子菩萨摩诃萨四诸百盖此盖殊特尊贵，所用种种大宝而为庄严，百千亿哪有他上下盖中最为第一，众宝为干，妙王福生宝生金陵咒札春夏，摩尼璎珞次第全部，微风吹动妙音可结，诸玉宝藏种种充满，无量气真细云石金刚床菩萨，又成一声啊，说你们各位佛的弟子，菩萨中的大菩萨，四诸宝盖，他不是一切的宝盖，此盖殊特，这种宝盖呀、啊、是特别殊特妙好的，又特别尊贵的。为什么呢？因为他所用的种种大宝而为庄严啊，种种的百千亿哪有他上妙盖中最为第一，这种盖呀、啊、百千万亿种，哪有他那么多的数目上妙盖中啊最上最第一的这个宝盖之中最为第一，这种宝盖啊是最为第一的。众宝为干，用
一切的宝物所做的这个宝盖的杆，妙王府上又用种种的宝做的这个网在上边覆盖着，宝生金铃周匝垂下，又有种种的宝绳，又有金的铃铛周匝围绕啊，向下吹布着，摩尼宝珠，又有璎珞宝珠次第悬布，那么都很有次第的在悬挂着，微风吹动啊，那个微细小风一吹动这个宝网宝铃啊，就妙音可解了，有种种的妙音呢来合唱。珠玉宝藏种种充满，所有的珠玉种种的宝藏就充满了这个宝盖上面，无量器真器严饰，又有无量数那么多的最出奇的这种珍宝啊，来呀庄严修饰这个宝盖。观看沉水妙香苦熏，严复探金光明清净，入世无量百千亿，哪有他恶生奇，众妙宝物具足庄严，以清净心奉赐于佛，即佛灭后所有塔庙，回为法故四诸菩萨，即善知识明闻法时，回思父母，回思僧宝，回复奉思一切佛法，回思种种众生福田，这种宝盖又用这个旃檀香或者沉水香，这种种的这个妙香来普熏，严复檀金，南严复提檀金树，这个檀金光明清洁，又有光明是又清净，入世无量百千亿，哪有他恶僧祇，众妙宝物像这样子没有数量的，你哪有他恶僧祇那无量数啊，这么多的众妙宝物具足庄严，非常圆满非常庄严，以清净心，以这个最清净纯一不杂的这种清净心奉祀于佛，把这种种的宝盖呀奉祀给佛，即佛灭后和呀佛灭度之后，所有塔庙所有的塔和这个庙布施这种宝种种的宝盖，回为法故，回者呀因为求佛法的缘故，四诸菩萨把这个宝盖呀布施给菩萨，以善知识或者把这个宝盖布施给
真正的善知识，明文法师，明成普文的这种有道德的高僧，有道德的这个法师，回思父母，回者呀，把这个宝盖布施给父母，回思僧宝，回者呀，布施给呀，出家人，回夫奉思一切佛法，回者呀，又奉思给一切的佛，一切的法，回思种种众生福田，回者呀，思给所有的一切众生，在众生呢身上种的福田，为师师僧记住遵许，为师初发菩提之心，乃至一切贫穷孤陋，虽其虽有求者，悉皆思于以此善根入世回向。所谓愿一切众生勤修善根，以福气身，常为诸佛之所庇荫。回者呀，布施给师僧，记住遵许。回者呀，在佛教里头的大德高僧，有啊道德的这些个遵许。回者布施啊，初发菩提心的这个人，乃至一切贫穷孤陋啊，乃至于啊最贫穷最孤陋的这些个下贱人，虽有求者，随便呢，无论哪一种人有来呀求这个宝盖的，菩萨都布施给他，悉皆施予，以此善根入世回向，用这种的善根呢，就像这样来回向。怎么样回向呢？就是所说的愿一切众生啊，菩萨发愿，愿一切众生啊勤修善根，时时刻刻呀的勤加精进修习所有的一切善根，以福其身，用这个善根呢来遮福众生的身，常为诸佛之所庇荫，常常啊能得到啊诸佛来呀庇佑，来遮掩，来掩护着，来保护着。愿一切众生功德智慧，以为乞丐永离世间一切烦恼，愿一切众生福以善法，除灭世间尘垢恶恼，愿一切众生得智慧章，令众乐见心无厌足。他发愿，他说我愿意所有的一切众生，所有的九法界众生功德智慧，以为乞丐，所有一切诸佛的功德
和诸佛的智慧，作为啊众生的一个宝盖，迎来世间一切烦恼啊。迎离也就是啊，把世间的烦恼变成菩提。咱们叫世间的烦恼变菩提呢，世间所有一切的烦恼都没离开菩提，所以说烦恼即菩提。六祖大师也说呢，说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脚，离世逆菩提，犹如求兔角。这个几句经文证明啊，说世间一切的烦恼，我们人呢没有能会用的。你会用就是菩提，你不会用就是烦恼。所以永离世间一切烦恼，就是啊永远把世间的烦恼变成菩提。又愿一切众生福以善法，常常的用那个善法来遮盖着，除灭世间尘垢热闹，把世间一切染污法都除灭了它。一切的热闹，热闹也就是烦恼，也都除去了它。又愿一切世间众生得智慧藏，都得到大智慧藏，令众乐见，令一切众生欢喜见。欢喜见呢，而心无厌足，见着的时候啊，常常啊不厌足，常常啊见多久也觉得没有厌烦心，就是越看越愿意看，越见越愿意见，令一切众生都乐见，愿一切众生以寂静白法而自福音，皆得究竟不坏佛法。愿一切众生善福其身，究竟如来清净法身。愿一切众生若周遍盖，实力智慧遍覆世间。愿一切众生得妙智慧，出过三世无所染着。愿一切众生得应供盖，成圣福田，受一切供。愿一切众生得最上盖，怀无上之自然觉悟，是为菩萨摩诃萨，不施盖世善根回向，为令一切众生得自在盖，能持一切
诸善法故，为令一切众生能以一概护一切虚空法界一切刹都，世间诸佛自在神通不退转故，菩萨也有法愿。你看菩萨处处都是发愿为众生，可是我们众生啊，没有一个人发愿为菩萨做一点什么事情啊。菩萨发愿，愿一切众生以寂静白法而自福音。寂静白法就是清净的妙法，而自敷衍就是要遮盖自己，皆得究竟不坏佛法。那么常常啊都得到所有的众生都得到究竟的不坏的佛法，到这个佛的果位上。菩萨又发愿呢，说愿一切众生善福其身呢，自己好好的保护着自己这个身体，究竟如来清净法身，得到啊佛的究竟清净法身。菩萨又发愿，愿一切众生做周遍盖做一个尽虚空遍法界一个周遍的盖，实力智慧有十种的神通力量，不可思议的智慧，遍覆世间，遍覆世间一切众生。又愿一切众生菩萨又发愿，愿一切众生得妙智慧，得这个不可思议不可以心思不可以言喻这种的妙智慧，出过三世无所燃着，出过呀三世，超过三世一切众生的智慧无所染着什么也不染着财产名食睡呀，这第五条根一点都不染着了。愿一切众生啊，又愿一切众生得因供盖，得做因供的这个盖，成圣福田，成就啊殊胜的福田，受一切供，受一切众生的供养。菩萨又发愿，愿一切众生得最上盖，最上的宝盖，怀无上的智慧，自然觉悟自然觉悟啊这一切诸法。是为菩萨摩诃萨，这个就是菩萨中的大菩萨，不施盖时上根回向，不施这一切的种种宝盖的时候啊，作为上根的回向，为令一切众生啊得自在盖，为的使令一切众生都得到自在的宝盖，能持一切诸善法故，能受持啊一切所有的佛所说的一切诸善法，为令一切众生能以一盖能用一个宝盖呀匍匐一切虚空法界，普遍的遮掩一切虚空法界一切的诸佛刹度，示现诸佛自在神通，示现呢所有一切诸佛的自在神通无退转故，永远呢不退转这种的地位。
一切众生能以一概庄严十方一切世界，供养佛故，为令一切众生以妙成凡，记住宝盖供养一切诸如来故，为令一切众生得普庄严盖，遍覆一切诸佛国土，尽无余辜，为令一切众生得广大盖，普盖众生皆令与佛生信解故，为令一切众生以不可数众妙宝盖供养一佛于不可说，以佛所结入是福，为令一切众生得佛菩提高广之盖，普覆一切诸如来故，菩萨发愿用这个布施宝盖的善根回向，为了使令一切众生能以一盖庄严十方一切世界，为了用一种的宝盖来庄严十方一切世界，供养佛故，供养一切诸佛，为令一切众生，为了使令一切众生一妙成凡，记住宝盖和这一切的宝盖，供养一切诸如来故，供养那十方三世一切诸佛。菩萨又为啊使令一切众生得到啊普庄严盖，普遍有尽虚空遍法界的庄严，有这种宝盖，遍覆一切诸佛国度，遍覆所有的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国度，尽无余故啊，都啊得到啊这种隐福。菩萨又为了使令一切众生得广大盖，得到啊广大盖，普盖众生皆令于佛生信解故，皆令啊这一切众生对佛法呀生出一种信解的这种思想，为令一切众生，菩萨又为的令一切众生以不可数众妙宝盖来供养一佛，以不可数一佛所结入是故，那么供养一位佛，以这个一个宝盖呀、供养一位佛，经过不可数不可说这么长的时间，可是啊，供养所有的佛也都是这样子，为令一切众生，为的使令一切众生得佛菩提，得到佛的这个教道，高广之盖，最高最广啊，这个宝盖。普覆一切诸如来故，普遍呢来引福一切诸佛，为了这种的缘故，那样善根回向，为求佛道来教化众生。佛在过去也是这样，上求佛道，
教化众生，令一切众生同成佛道。那么俺们众生也应该呀勤修佛道，报佛恩，报菩萨恩，报三宝恩，来呀勇猛精进修行，不可以依赖菩萨佛来教化。